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成的，鲨鱼的鱼鳍是如何被割下的，以及每年有700多万条鲨鱼最终是为了鱼翅汤而送命，你还会购买它吗？有将近1/3的鲨鱼物种都濒临灭绝，但是我们可以拯救它们。请记住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。